上個禮拜咧，卡洛斯咧就接到依張貼，咁就係阿 William 大哥咧親身咁拎上嚟教育局咧，俾我哋每人一張嘅。呢張貼關於乜嘢咧？原來咧就係有關佢哋學校啊，呢個屯門崇祯書院70周年嘅校慶嘅。咁我哋接受咗邀請啦，頭先就剛剛一行人等咧就去咗崇祯書院，就參加埋佢哋嘅開幕典禮。咁啊，亦都親身去睇過佢哋兩個地方嘅開放日，就包括呢個伊甸園嘅 2.0 同埋佢哋嘅 STEM 嘅教室啊。咁但係大家冇機會去又點咧？咁首先咧，今日可以睇下卡洛斯將今日我所影低嘅片段同大家分享啦。而且咧，大家亦都可以去上呢個網址咧，去參觀佢哋嘅無牆開放日，係一個好別開心面嘅開放日嚟噶。啊，今日好日子啊！嚟到呢個崇祯嘅呢個屯門崇祯書院度啊，嚟做一個參觀，因為咧人哋咧係75周年嘅校慶啊。我哋睇下依邊先啦，參加個開幕典禮先。校友會主席袁卓賢女士、家教會主席劉培芬先生同埋歐國元校長。请嘉宾预备禁制。三、二、一。是電腦室嚟嘅 ，MMLC 嚟嘅，咁可能我哋改裝咗做 STEM 啦，咁就依家咧就所有比賽喺度 train 啦，同埋咧呢度咧就我哋做啲
真係特別大喎。後來依笪地方點嚟？後來依笪地方咧，就向即係政府申請，就呢笪咁嘅荒地咧，又幫翻嘅呢個領上嚟。就你哋自己去改建過。就去係啦，好多手續，即係不同嘅地方申請上嚟。咁啊，依度邊有啲嘢啊？即係你隔離真係有荒地先得。揮化痰類嚇，咁所以咧有啲作用嘅，我哋中藥對喺一個中藥園有啲作用嘅，犀利喎，真係。中醫係啦，已經嚇係前邊嘅事，都有冇錯。係啦，夜來香點解夜來香咧？因為佢夜晚開花嘅，佢出咗個花之後咧，好快謝。飲口就呢棵嘢影啊！犀利。救生回到嚟自己的學校咧，特別開心啊！阿蘇峰先生有樣睇啊！一二三，好，拜拜。啊，一個17,000多尺嘅伊甸園，係咪一個好理想嘅學習地方咧？有個袋可以放。哇，咁樣多謝。啊，仲有嘢拎走添。好啦，我哋離開啦，離開呢度。好，今日真係大開眼界啊！我哋一行人等。走啦，拜拜。